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中央电视台2016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朱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桑晨，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纪晓君，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各位一起开始一段追光之旅。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欧阳夏丹。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度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活动。 到今年已经第五年了，应该说中华之光越来越亮。我们有着共同的足迹和共同的身影，那段旅程闪着眷恋的光。我们有共同的言语，有共同的表达，那份智慧闪着文化的光。我们有共同的肤色和共同的眼眸，那双眼睛凝望着中华之光。 有一种心跳，穿过历史的云烟，激荡血脉深处。孩子听过，母亲听过，诗人听过，游子也听过。你说的，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一颗中华之心。它根植于神州大地，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你我的胸膛里燃烧，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了解第一位获奖人，他的中华心也是一颗纯粹、阳光的童心。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 忽闪忽闪的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的。这段优美的文字来自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先生的作品《草房子》。2016年4月4日，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纳宣布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奖者名单。中国作家曹文轩不负众望。 顺利摘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实现了华人在该奖上零的突破。8月20日，在新西兰举行的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曹文轩前往领奖并发表演讲。等我把35分钟的演说结束之后，700人全部起立，然后掌声间的掌声。 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这个奖是很重要的。1954年，曹文轩出生于江苏盐城的一个小乡村，童年生活的艰辛让他很早就体味到了人间百态，同时还给了他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的作品不仅获奖无数，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去受苦难的。 犀利和考验的，怎么样在苦和苦难面前，能够显示出你作为一个人、一个完善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美的人所应该有的优雅的风度？那么，这是我的作品始终要给孩子传达的一个理念。曹文轩笔下的人物不仅打动了无数中国小读者，而且还被翻译成英语、德语、法语。 俄语等60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感染着无数国外读者。我写的所有的书，都是表达中国的生活的，而且传达了中国的思想、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的人文境界。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讲，所谓的文化。 传播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你的作品来说话。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
为曹文轩先生写下的颁奖词。穿越蔷薇谷，走过三角地，住进草房子，摘取铜葵花。一颗童心，宛如行空天马，文字语义，打开就到天涯。给每个中国孩子种下旖旎的梦，拿下国际儿童文学的奥斯卡。归真返璞，妙笔生花。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曹文轩先生。好的，恭喜曹文轩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先生为曹文轩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的，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左中一先生，也再一次恭喜获奖人曹文轩先生，恭喜。曹老师您好，首先呢，还是要祝贺您2016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成为了第一个荣获这个奖项的中国作家。那您认为这份荣誉的意义体现在哪儿呢？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的大会上，评奖委员会主席亚当娜女士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一次我们所有的评委十个毫无争议地把票投给了一个中国作家。我就在想，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选择了我？我能得到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具有强大的背景的人，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国家中国。我非常庆幸我能站在这块土地上，它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那些优质的独特的写作资源，那些精彩绝人的甚至连想象都无法抵达的故事。再次谢谢您，也祝贺您得奖，谢谢。祝贺曹老师。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富有哲学思想的民族，从诸子百家的学说到屈原的天问，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哲学正在对话世界，并且融入世界。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获奖嘉宾呢，他就在全力推动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是孜孜不倦。我们一起来看介绍短片。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讲堂上，哲学系著名教授程中英正在给学生讲课。从他忘我的神态，激情四射的讲述，你很难看出他已是81岁的高龄了。程中英祖籍湖北，父亲为当地著名的国学家、文学家程惕轩先生，家学深厚。14岁时，程中英随父移居台湾。1955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游学美国。程中英学的虽是西方哲学，但由于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倍加推崇。中国人是最早观天察地的一个民族，那个开始点就跟西方不一样。1972年，程中英创办中国哲学季刊，这是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极具分量的一份英文学术刊物。它的出版发行明确了中国哲学的学术地位，加深了西方同仁对中国哲学的关注与研究。2年后，程中英又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成为全球范围内声望极高的中国哲学学术论坛。一个季刊，一个学会，拓展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空间。在大量的学术成就面前，西方学术界终于开始承认一个事实：我们有两个哲学体系，一个是西方的哲学体系，一个是中国的哲学体系，这两个哲学体系可以并驾齐驱。就连当时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哲学系教授威廉姆斯也曾撰写书评称赞程中英重建了中国哲学。几十年来，程中英以易学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核心，著书立说，荣贯中西。耄耋之年，
依然在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勤奋耕耘。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程中英先生写下的颁奖词。东方智慧，全球视野，中西兼治，古今互权，成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创刊办会，传播中国声音，助力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潜心阔步，追求和合之道，拓展世界哲学包容空间，激扬文字，妙意探微，哲人风范，一代鸿儒。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程中英先生。恭贺程中英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晓文先生为程中英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的，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叶晓文先生。中国的哲学呢是博大精深的，而您也一直是在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那您认为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咱们中国的哲学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个世界呢并不缺少科学知识，不缺少工业技术，也不缺少商业文明。这个世界其实真正缺少的是人的真诚、人的善心、人的仁爱，一个国家对他国的尊重，对正义和真理的坚持。在这些方面，中国哲学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好的，谢谢程老师，在舞台上用简短的时间，用简短的语言跟我们来讲解中国哲学。但我估计咱们回去还得好好学习。对对对，一生的学习。是的，好，谢谢您，也祝贺您，谢谢。好，再次恭喜我们的获奖嘉宾，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刚才我所说的这副对联呢，大家可能非常的熟悉，它是取自14部武侠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组成的。那我想可能无数的读者正是读了这些作品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做人在江湖，什么叫做侠骨柔情。我想说到这儿，你已经猜到接下来的这位获奖嘉宾他是谁了。那我想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走进属于他的江湖世界吧。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1948年，金庸成为香港大公报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创作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刊登便引起读者疯狂追捧。随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相继推出，小说将深厚的东方文化灌注于神奇浪漫的武侠故事之中。金庸也被人们尊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他的15部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金庸。那个小说我看过，他说他两个钟头呢。但这个领导当时我很佩服他的，我有点英雄主义啊，我觉得这个人是真正的大领袖。这次会见成为当时港澳及世界各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题材。金庸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作为小说家，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2005年，金庸在81岁高龄时，依然远赴伦敦求学。5年后，86岁的金庸最终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我自己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学生过学生生活。金庸先生年事已高，
近几年来已经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然而在他心中，一个坚定的信念从未改变，让中国文化的思想穿越时间的长河，传播到永远。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金庸先生写下的颁奖词。世家之后，书香传人，心怀凌云志，抱人风骨，青书铁卷，记忆东方之珠。笔下逍遥游，山高水长，快意恩仇，驰骋汉末生涯。碧血倚天剑，豪情赤子歌。华语文坛开宗立派，侠之大者，荡气回肠。书生白马，笑傲江湖。好一个笑傲江湖！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恭喜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金庸先生。不过呢，非常的遗憾，由于金老啊年事已高，所以今天呢他不能够亲自到现场来领奖，所以呢他也是特意委托他的秘书李以健先生来代替他领奖。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李以健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总监李兴燕先生为金庸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李兴燕先生，也再次恭贺我们的获奖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武侠迷啊，我们的文学迷啊，都非常的关心金庸先生的近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金庸先生现在身体挺好的，对这次能够获奖他感到很高兴，但是他未能亲自前来参加这个今天的盛会，他感到莫大的遗憾。他专门委托我带来几本书，一个小小的礼物送给大家。李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金庸先生不只是写小说，就是他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只是他一生的创作当中大概五分之一，还有五分之四他写社评、翻译、专栏、政论，所以他很多作品。这个名川小札是他从1963年以徐慧芝的笔名写的专栏文章，这个很宝贵啊，因为可能当时的手稿都有些残缺破损了，很难完整的保存。来，这边还有一个金庸卷啊，这个是金庸卷，其中收集的是金庸到台湾第一次访问以后他所写的在台所思所见所闻，还有他第一次发表的金庸的翻译小说，所以这个是也是第一次面试。好，谢谢李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珍贵的礼物哈。我们也再次祝贺金庸先生获奖。好的，谢谢李先生。谢谢。真是要再次的祝贺金庸先生。那个文字当中的一招一式都会让人觉得惊心动魄。那现实生活当中，当真的武林高手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飞雪连天射白鹿，向书神侠倚碧鸳。有这样一种神韵，在水墨画卷的笔锋里，在舞台经典的锣鼓中，在中华时尚的一针一线闪亮飞扬，审美自成天地。这是我们共享的中华韵，它风情万种。好，我们下一位获奖人凭借着一支毛笔，在墨色的山河中畅游，追随着父亲和兄长的笔迹。那今天他的推介人是我们熟悉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福娃的设计者，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韩美玲教授。让我们掌声有请韩美玲教授为我们致推介词，有请。我认识傅艺瑶近40年，1978年中国环境代表团赴日考察带去的国礼就是31岁的傅艺瑶的作品《高山悬流》。一年后，傅艺瑶赴日求学，至今旅日已经37个年头。多年来，他以不懈的努力，用多种形式和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日本传播和弘扬中国的水墨画艺术，使中国的水墨画艺术为日本人民广为之认知、欣赏和喜爱，重新成为日本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此，我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郑重推荐傅艺瑶女士，作为2016年度中华之光奖项的获奖人。好，谢谢谢谢，在此呢非常感谢韩美玲教授的热情推荐。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位获奖嘉宾，请看大屏幕。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私人画室，一位画者正在运笔如飞，他就是我国著名绘画大师傅抱石的女儿，著名旅日画家傅艺瑶。傅抱石善画山水，其笔致放逸，气势豪放，又承庭训，耳濡目染，让傅艺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认识和理解异于常人。他早期的水墨画作品经常受到郭沫若、吴作人这些大师的称赞。为了进一步拓宽自己的艺术之路，1979年，傅艺瑶来到同是东方艺术摇篮的日本学习深造。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艺术界交流甚少，中国现代水墨画在日本画界几乎无人可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日本画界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水墨艺术。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在寺庙里画大的张笔画。在创作了若干气势磅礴、叙事严谨的帐壁画后，傅艺瑶也一跃成为了日本和国际画坛的知名画家。日本皇室三笠宫崇仁亲王将傅艺瑶赠送的《三笠山望乡之图》张挂在自家客厅，并对傅艺瑶说：“我现在已经成了你的宣传员，天皇来的时候，我还专门为他讲解你的这幅画。”此后，
他又发现了一个绝好题材。民间记这个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包含了大量中国文化的一个日本特色的文化现象。那么这个文化现象呢，它真是除了中国画，基本上别的画种很难去表现。傅艺瑶运用中国水墨艺术手法创作的日本记系列作品，赢得了日本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喜爱。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傅艺瑶女士写下的颁奖词。传巨匠衣钵，笔走精灵一脉，渡东海学艺，技经扶桑画坛，携唐宋文采及排剧精华，巨幅壮阔，气贯长虹，酣畅演绎中国山水，玄万挥毫，诗意深沉，亲情灌注浓郁和风，弘扬水墨传统，促进民间交流，文化使者，一代佳人。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傅艺瑶女士。祝贺傅艺瑶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库斯社先生为傅艺瑶女士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同时也再次恭喜傅艺瑶女士，恭喜。大家都知道您的父亲傅抱石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画大师啊，您从小就看他作画，那您觉得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父亲给您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我始终忘不掉我父亲对我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他一直说，你一定要做一个文化人，文人可以无形，但是文化人确实必须要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如果说你能有做文化人的基本功底，又有做文化人的志气，那你走到哪里，我都觉得你会有贡献，会成人的，那我就放心了。他还一直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真诚，所以说不论是你作画还是作文，你必须要有感情，先有情而后有语，只有你被感动的东西你去创作，你才可以让别人感动。所以我不论画什么，我都觉得是有中国文化这个底蕴在支撑我，所以这种思想落在我的画上，那就是一定要书画同源，中锋落笔，心随笔走，有情有语。谢谢哈，谢谢您，我相信在内心可以非常自豪地跟父亲说，做一个文化人，做一个有情感的，有中国情的文化人，我做到了，再次的祝贺您，谢谢。那有这样的一位华人朋友，他呢生活在澳洲，当地的中华文化氛围啊也是特别的浓郁，当然这一切和他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我们一起来看介绍短片。因为他这次前面后面要加上，和往常一样，于俊武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为了把即将开始的大型文化演出活动做得更加完美，他带领艺术团已经筹备了整整一个月。1984年，于俊武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他和人们熟悉的著名导演姜文、著名演员吕丽萍、丛珊等，是中戏80级表演班的同学。1987年，于俊武远赴澳洲留学，他萌发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悟中华文化。于俊武着手开始排练他的第一部作品《雷雨》。在排练中，常常会遇到各种难关，这越发激起了于俊武对故土深深的怀念。确确实实，那是我对祖国的思念，刻骨的铭心。
1988年，俞俊武率领当地华人华侨排练的话剧《雷雨》，终于如愿登上了悉尼的舞台。我也被澳大利亚政府呢列为呢填补了华人话剧史的空白。然而，如何用民族的文化凝聚更多的优秀文化工作者的力量，让中华文化在澳洲扎根呢？我们就成立咱们华人的文联，给它定的全称就叫澳大利亚华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澳大利亚华人文化艺术界联合会接连成功举办了海外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庆祝中澳建交35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等上百项大型文化活动。由于俞俊武对中澳两国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连续两度荣获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艺术委员会颁发的艺术大奖，成为澳洲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华人导演。他的艺术档案也被澳洲国家艺术馆永久收藏。希望在弘扬中华文化这条道路上永远不停地走着。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俞俊武先生写下的颁奖词。光影操盘手，文化活动家，远渡重洋将中华经典搬上异国舞台，深情眺望办海外春晚遥寄祖国情书，穿针引线编织四海乡愁，婉转激昂共振五洲华声，三十春秋万里征程，梦牵故园灯，中澳桥梁华人之星。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俞俊武先生。好，我们有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石敏先生为俞俊武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石敏先生。30年啊，一晃就过去了。这一路走过来呢，我知道您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很多的磨难啊。您可以跟大家说说，最开始您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其实呢，刚到澳洲时候，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啊，蕴含着强烈的对中华文化的渴望。92年。带领着当地的华人华侨首次踏上了悉尼歌剧院开场啊，观众静不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刚刚到海外的这些人士啊，就会到悉尼歌剧院拍一张照片，说我后面就是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机会进去过。但是今天到了悉尼歌剧院，不但进来了，同时观看一台咱们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大家那种激动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难以平静。这时候我们的舞台监督说，导演不行啊，开不了场啊。我说这样，拿3个话筒到观众席，完了以后我们不停地反复地说，王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那边喊李老师，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这时候第二个节目是黄土高坡，这时候台上的演员说，我家住在黄土高，那个坡子一出来啊，瞬间就觉得那个掌声像黄河决堤一样的把悉尼歌剧院全都淹没了。大家含着眼泪有一种什么感受？这种呢，在异国他乡啊，那种孤独感，那种对祖国的思念，那种对自己文化的一种渴望的追求，这个场面真是刻骨铭心，永远忘不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节，我们去海外演出过的同事，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我觉得30年来的这种各种努力，我们经历的各种故事，我觉得3天3夜都讲不完。是。最后用一句话告诉我们，30年来做文化推广，尤其在海外做文化推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最大的感受呢，一直坚持着30年走过来，就是6个字：血缘。
责任、回报。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中华文化的血缘是改变不了我们。第二，责任，因为我们是文化人，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的责任。第三是回报，因为我们大学毕业就出国，对国家没有任何的回报。啊，现在在海外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是我们对祖国最好的回报。传播中华文化，寻找和弘扬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再次掌声感谢。好，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获奖嘉宾呢，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灵动的设计，将古老的文化呀又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我们一起来看推介短片。大家好，我是朗朗。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嘎洛先生。那我和嘎洛先生认识很多年了，我们也一起合作了很多重要场合的这个仪式，比如说诺贝尔啊，比如说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啊，我的衣服和一些想法都是和嘎洛先生一起创作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而且非常精彩的一个人格魅力的一个人啊，所以在此呢，我向中华之光传播中华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郑重的推荐我的好朋友嘎洛先生为本届的获奖人，谢谢。好的，谢谢朗朗的热情推荐。那么究竟这是一位有着怎样卓越才华的服装设计大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和了解一下吧。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10月下旬，世界著名瑞典籍华裔时尚设计大师嘎洛接到一个任务，为即将前往瑞典领奖演讲的屠呦呦设计制作一系列的服装和行头。我在犹豫，第一呢，屠呦呢是85岁，同时呢又是一个搞自然的科学家，那么如何跟我这种时尚能够结合？嘎洛决定倾尽所能，要让中国女科学家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嘎洛热爱中国文化，抓住一切机遇，通过他自己的作品，把中国文化的理念和国际时尚流行的时尚结合起来，推向世界。这是30多年以来，嘎洛不懈的追求。2015年12月初，当屠呦呦等中国中医代表团一行抵达瑞典之后，他们整体的气质着装、精神风貌，让世界为之瞩目。2012年，在设计朗朗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的演出服时，嘎洛特地用了6颗山东昌乐蓝宝石，在衬衣胸前做成代表世界和平的中国符号，让世界充满爱。同年，嘎洛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设计文化礼品，玉皮带扣东岳至尊和领带莫言锦鲤，领带设计上包含了土地、红高粱等元素，高粱杆和叶子组成篆书文字，意为诺奖。粒粒钻石象征着作家凭借一部部作品登上诺奖舞台。嘎洛先生是长期身居海外、富有盛名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但无论他在何地，都心系祖籍国，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技巧，为弘扬中华文化和传统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嘎洛先生写下的颁奖词。线条创意家，色彩魔法师，画下和平歌随朗朗琴键飞舞，雕琢泰山玉与莫言美文同辉，取东方紫气屠呦呦惊艳，知神州锦绣获8方赞誉，汲取北欧风范传扬华夏精彩，远行人不忘根，时尚大师，中国情怀。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嘎洛先生。
恭喜嘎罗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人民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委员、海外版总编辑王树成先生为嘎罗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感谢我们的颁奖人王树成先生，再一次恭喜嘎罗先生获奖，恭喜。很多的名人都曾经跟您合作过，除了郎朗之外，比如说像莫言啊、屠呦呦啊、多明哥啊、惠特尼休斯顿啊等等啊。但是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这份职业光鲜亮丽的一面，却并不知道在这背后啊，嘎罗先生曾经好几次面临过严峻的生死考验。告诉大家，在很多年前，嘎罗先生呢曾经患过癌症，而且当健康状态每况愈下的时候，您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就是要把自己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转到国内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在我身患癌症的时候，特别是在我生命最艰难的时候，我回到了国内。在国内，我看到了人们那种温暖，或者是处处有情，这让我决定回到中国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游子对祖国一个眷恋，觉得这好像是才是我的根，才是我的魂。作为一名设计师，在设计中用世界时尚的通俗语言将中国的文化以时尚的方式向世界传递，讲述最精彩的故事，让中国的文化提高一个高度和世界。对，就无论漂泊多久，我的根终归在中国。是，嘎罗先生今天讲话声音都有一点哑，因为这两天身体状态呢也并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坚持要来现场领奖跟大家交流，我们再次给嘎罗先生热烈的掌声啊！谢谢您，谢谢，希望您保重身体，然后呢继续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跟嘎罗先生呢也应该算是老朋友了，我们在他身上其实可以领略到东方之美啊。是。你看他这个典雅、大气、空灵、温润、儒雅，其实这都是东方美学的精髓所在。是啊，那么如此美丽的东西，我们想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错过，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大家共同在这一片东方美学的天地当中行走，沿着那条蜿蜒的丝路去寻找那一片霓裳倩影吧。
有这样一种情谊，它生长在故乡的那片原野，无论你身在何处，它始终饱满滚烫的浓情，让那份乡愁在我们的指尖，在我们的舌尖，更在我们的心间。这就是我们共同眷恋的中华情，它像是一根风筝线，牵绊着风中的游子。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位获奖嘉宾呢，他是来自遥远的非洲，那么就连当地的前总统也是非常乐意为他致推介词。 Well, I have known Mr. Miles Nand since about 2001 when I was still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Botswana. He's a very friendly and very active man,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of Botswana and the people of China.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of African countries, but als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But really, above all, he here in Botswana and Southern Africa,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him for his commitment to promoting understand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eople, the ordinary people of China and the ordinary people of Africa, with our different cultures. So I still recommend Mr. Nand for as an awardee for the committee of the light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people of the air. 感谢我们的推介嘉宾，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当你身处异国他乡，特别是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如果在那里能够看到一张中文的报纸，再听到一段中文的广播，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位获奖嘉宾。我们在非洲，我们在非洲，我们在非洲，讲述同一个故事，中国故事。当你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意外，这确确实实是在非洲，因为在今天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赞比亚等国，当地人不但能经常听到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甚至还能听到用英文讲述的中国传统故事《西游记》。而做到这一切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就是南庚戌。南庚戌今年46岁，1999年移居非洲南部的博茨瓦纳经营生意，但最初的两年，南庚戌发现旅居在此的20000多华人华侨大多不懂博茨瓦纳语，从而造成在经营企业和生活方面的诸多困难。于是一个念头在他的头脑里产生，我就创办了当地的第一个我们华人社团的一份报纸。开办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和设备，报纸的每一个版都得由他自己亲自排版，然后把新闻贴在打印纸上一份份复印，再用订书器装订而成，就形成了一份当时最原始的我们的雏形，就是一份黑白的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这么一份读物。2009年，博茨瓦纳第一份华文报纸《非洲华侨周报》正式发行，那些移居非洲多年的当地华人终于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华文报纸。创刊7年来，华人通过报纸不但了解了非洲，也促成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博茨瓦纳期间也看到了这份报纸。当时习主席啊说，我看到了非洲华侨周报，爱国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我很感动。南庚戌传媒集团旗下不但拥有数家报纸杂志，还开设网站、几多个广播电台、电视台。南庚戌利用这些传媒平台为华人发声，传播中国文化。我想原动力就是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我们中华文化的热爱，今后再扎根非洲和继续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他的新的努力和贡献。好，下面我来宣布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南庚戌先生写下的颁奖词。出资办报，爱国思乡之情跃然纸上，拓展传媒融入非洲之道字里行间，
构筑全媒体矩阵，搭建多元化平台，在另一个大洲讲好中国故事，守望华人生活。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在这里读懂非洲，在这里亲近祖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南庚戌先生，有请。我们有请新华社副社长兼秘书长刘正荣先生为南庚戌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再次恭喜南庚戌先生。我们都知道您其实是一个商人哈，怎么会投身传媒人呢？而且不断的自己往里面贴钱办这个事儿。这个动机呢，其实是包括我本人在内，非洲众多的华人华侨的一个必然的需要。因为语言的障碍，不太懂得当地的法律法规和这个乡俗民情，所以说我们这份媒体正是把咱们华人华侨所需要的一些信息，当地的即时的新闻、法律法规，我们把中国人在非洲做了这么大的贡献，用这种合适的方式给传扬出去。那当然当地人其实也非常欢迎，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媒体平台。因为其实有些人也跟我讲过，他说最早我们要想了解世界、了解中国，那得通过西方的媒体，通过 BBC。 可是现在我们媒体呢，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毕竟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哈，而您的确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华人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也更好地维护了自身的权益。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并且祝贺南庚戌先生。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祝贺我们的传媒人得奖哈，谢谢谢谢。说到中国的中医中药，我想它是典型的中华文化了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获奖嘉宾呢，在他的影响之下，法国朋友还过上了我们的中国节。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介绍短片去认识一下他。2008年4月，一位华人成为巴黎历史上首位华人市议员，他就是陈文雄。D'abord parce qu'il s'est formidablement engagé pour l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entre nos deux pays, relations culturelles qui sont anciennes. 陈文雄不仅是巴黎第一位华人市议员，也是巴黎十三区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副区长。2015年12月31日，法国总统奥朗德授予陈文雄荣誉骑士勋章，这是为法国发展良好对外关系做出杰出贡献的公民而颁发的，是法国最高荣誉奖章。巴黎十三区是巴黎华人聚居最多的一个区域，被称为巴黎的唐人街。上任之后，陈文雄发现当地很多中国老人不愿意用西药，在法国又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卖到中药，他决定从中医入手。2008年4月份，我想着把中医带到法国来，带欧洲来，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医中药整个打包带到西方去。除了针灸，中医在当时的法国都是非法的，还是有难度，很多医生还是反对，我们不了解，没有这个中医的概念。陈文雄在奔走一年后，2009年2月，巴黎与香港签署了第一份关于中医合作的协议。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支持下，陈文雄提出的中医研究中心的项目终于在欧洲最大的公立医院落地了，自此开启了中国中医医生与该家医院各科室医生共同研究中医中药的模式。除了为中医药奔走争取法国身份，陈文雄还在巴黎十三区的4家法国学校内设立了中文班，推广中文教育，使更多的人学习中国文化。陈文雄至今已经是第二任期，他的心愿就是让东西方文明和谐共生，让自己的同胞有更平等更合法的环境，
未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陈文雄先生写下的颁奖词：逐浪而起，领潮前行，潮汕子弟自强不息，政坛新星当选巴黎首位华人议员，侨界骄傲给力传播传统文化精髓，引介中医中药，推广湘韵民俗，百年旅欧陆，满怀中华情，黄皮肤，黑眼睛，方块字儿，龙图腾，散叶生根，不改初心。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陈文雄先生，有请。接下来我们有请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办党委书记、副主任马建飞先生为陈文雄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感谢我们的颁奖人马建飞先生，也再一次恭喜陈文雄先生。刚才我们短片当中也了解了您所做的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的一些事迹哈，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挑战，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什么样的一种内心的情结在推动着你不断的在做推广中华文化这件事儿？可以这样子说吧，我父亲陈树元是一位非常爱国的华侨，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几十年前、30年前想做，就想在巴黎、在法国推广中国文化，他也想在13区建一个牌楼，这个牌楼呢是一个代表中国、代表中国文化、中国在法国生活的中国人一个地区。父亲这个夏天走了，这个事情已经没办好，我就希望赶快把这个事情办好。我们最近通过那个13区区长支持，通过巴黎市长伊德古市长支持，这个计划就通过了，希望应该2018年就建成了这个牌楼。哦，那很快了，18年这个心愿就可以了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中国人最朴素、最直接的一个表达啊，因为牌楼它就是一个象征。很多身在异国他乡的游子看到他的时候，可能内心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哎，自己好像从来还没有离开过家乡一样，对吗？对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是想在法国同时要推广各个中国那个我们的传统的节日，我们就济南推广这个中秋节啊、春节啊，还有那个采茶节，很用心思啊。对对对，好的，再一次的祝贺您，也谢谢您。谢谢陈文雄先生。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获奖嘉宾呢，可以说他是世界华商界的一位领军人物了。他真的是犹如一棵参天大树啊，他根植故土，枝繁叶茂。他说要把中华文化的美德和智慧呢，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这是他自己毕生的追求。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份中华情要永远的栽种在神州大地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和了解一下。菲律宾有7107个大小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官方语言是塔加洛语和英语，华人的比例不足2%。在这里推广中文教育、传播中华文化并非易事，而陈永栽老先生已经为此努力了30多年。以前呢，菲律宾教育不批准我们华文教育，现在同意了。他看到中文很有用，连菲律宾的家庭也来学。陈永栽原籍福建晋江，4岁就随父母背井离乡到菲律宾谋生，11岁就到烟厂当杂役，20岁开始创业，
白手起家，写就从无到有的财富传奇。在菲律宾，陈永栽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做烟草成了烟草大王，做啤酒成了啤酒大王，做金融成了银行大王，做航空后也成了航空大王。陈永栽认为，正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智慧，为创业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营养。82岁的陈永栽每天都在读国学经典。最好的句子是：“但是有贤惠中在，不教我妈道永山。”从2001年开始，陈永栽资助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邀请来自各地华文学校的孩子们乘坐包机飞往厦门，由最初的每年100人发展到每年1000人，16年来累计人数10000多人。陈先生就是最怕我们中华文化在这边断了根，所以要这个倾尽这自己的财力，花自己的这个各种精力，这个把这些学生送到中国去学习中国文化。从立德立人到推己及人，在陈永栽的努力下，更多的华裔青少年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召唤，更多的华文教师像一颗颗种子在异国他乡萌芽生长。努力读书啊，希望回来都会讲家乡话跟普通话。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陈永栽先生写下的颁奖词。实业大王稳扎稳打，雄居菲律宾，华人巨子一树长青，名震东南亚，践行公益，投资办学，振兴华文教育，传续故土乡音，德高望重的华商领袖，举国盛典的座上之宾，放舟南洋去，不改中国心，侨乡血脉，商业传奇。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陈永栽先生。同时呢，我们还要有请陈先生的夫人陪同他一起上台领奖，有请。好的，祝贺陈永栽先生及夫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谭天星先生为陈永栽先生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好，感谢我们的颁奖人谭天星先生，也再一次恭喜陈永栽先生获奖，恭喜，欢迎二位，祝贺您陈老。在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号大阅兵观礼活动当中啊，有5位德高望重的侨胞代表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陈老就是其中的一位啊。那现在呢，德高望重的陈老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学生，因为他在家里啊请了一位老师来教自己中华文化啊，而且呢您同时还是一位校长，这么多年来坚持赞助那些菲律宾的华文教师和学生，而且还出钱组织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到中国来学习中文。陈老不光是组织这些海外的学子在学习中华文化，而是亲自陪着他们，很辛苦的。陈老就可以这些事儿可以交给年轻人去做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自己亲力亲为啊？这个小孩子啊，加油，给小孩子加油啊。其实您陪着他们可能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后辈年轻最大的一种鼓舞啊。是，那我也想问问陈夫人啊，这么多年来支持不支持他做的这个事情？我很支持他，我想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个事情嘛，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应该不要忘记我们的
中国文化，嗯，特别朴实，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这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所有人，尤其是你们的家乡人，不会忘记你们的付出。是啊，知道今天陈老来领奖啊，家乡人也特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他。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来，一起看一下哈，陈老看看大屏幕。小朋友是哪个学校的吗？这样哈，其实两位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嗯，但是呢在台上的语言呢又非常的朴实无华。确实，我们干脆呢也给大家呢，给两位呢准备一份非常朴实无华的礼物，好不好？哇，今天惊喜连连啊。对对对，我们有一位特殊的小朋友今天特意的呢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给二老送上一份来自家乡人民的礼物。哇，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我阿爸爸嘿，我爱爸爸嘿。你给我们翻译一下，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普通话的那一句。啊，就哦，他翻译的是前面先说的那个普通话哈。对，这就是我们家乡人民的一份心意。是啊，是啊，谢谢。平时您那会儿也是小时候也是特别爱吃这个吧？嗯，是啊，福建人呢做生意就要去这个吧，做生意。这家乡的味道其实也代表了家乡人民对您最最真挚的祝福啊，陈老。谢谢。来，我们这个小朋友呢，相信大家看着也眼熟。哎，来，能认出来吗？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刘楚田。他就是小芈月，哎，在《芈月传》里面饰演小芈月的。你看，台下的叔叔阿姨都想起来了。对，今天作为陈老母校众多孩子当中的代表来了。的确是这样的哈。嗯，给爷爷一个拥抱。看着我们的小孩子、小朋友们后代能够茁壮的成长，好不好？学习和传播中华文化，加油，好吗？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也谢谢您在一直以来所做出的贡献，谢谢您。谢谢。好的，那观众朋友们，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陈旭教授。那接下来呢，就要请陈教授来为我们推介下一位获奖嘉宾，有请。好，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非常荣幸地向大家推介一位著名的爱国侨领，他叫张素九。张素九女士是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在美国华人社会中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影响。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她筹资力促代表中国的花车参加洛杉矶帕萨迪纳新年花车巡演，宣传北京奥运，宣传中国文化。作为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主席和南加州华人联合会的会长，为中美之间文化交流、维护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出了有意义、有影响、有成效的工作。我还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张素九女士是1954年毕业的清华大学的优秀校友，是我的学长。在此，我郑重地向中华之光传承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推荐张素九女士，作为2016年度中华之光奖项的获奖人。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通过宣传短片来认识和了解一下这位名将之后的风采。张素九，1935年出生于南京，父亲张治中当时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曾在128淞沪抗战中率军与日寇英勇血战。在张素九的记忆里，即使在父亲军务最繁忙的时候，也从没有忘记对家人子女精心的照看与呵护。小时候总要生病嘛，发烧，我爸爸就拿把椅子坐旁边，
因为他也是很忙的人，可是他坐在旁边的话，让大夫觉得哦，我爸爸很重视这个事情。张治中将军一生爱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更是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1945年重庆和谈时，毛主席就选择住到了对共产党不抱成见的张治中将军的家中。毛主席呢，那时候呢在我们家接见各方面的朋友吧。不论是重庆和谈还是后来的新疆和平解放，父亲那种对和平的向往和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幼小的张素九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1954年，张素九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1981年，46岁的张素九选择来美国继续深造。此时，一个想法在他的心里酝酿已久：即使在异国他乡，也要传播中国文化。2003年，张素九开始担任美国北京联合会会长。2007年，被选为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的主席。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北京奥运花车出现在了帕萨迪纳新年玫瑰花车巡游中。在玫瑰花车大游行的百年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201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张素九又在洛杉矶著名的迪士尼音乐厅成功举办了黄河大合唱大型音乐会。我觉得有点这个好像责任感使命感，让我花时间花精力来把这个事情做成。2015年9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张素九等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帮助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张素九女士写下的颁奖词。走过中山风雨，见证世纪沧桑，名将之女砥砺前行，光耀门第，侨胞领袖呕心沥血，增彩中华，花车盛举，大美中国，引世界瞩目，抗战纪念，奔走纵横，奏历史洪声，志存高远，壮心激荡中国梦，岁月风骨，时光名媛。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张素九女士，有请。祝贺张素九女士。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电视台分党组副书记、副台长魏地春先生为张素九女士颁发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有请。好，感谢颁奖人魏地春先生，也恭喜张素九女士，恭喜。说看着您款款来到台上，这样一身青花旗袍特别的漂亮，在美国平时也穿旗袍吗？对，因为现在传播中华文化嘛，那我觉得从服装方面，那个中国的旗袍呢，也特别可以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吧。所以最近几年，我在美国各种重要的场合，我都穿旗袍。然后我们一些朋友觉得呢，好像旗袍也很能展现中华妇女的高雅吧。对，是时时刻刻都要展示我们中国的风采哈。其实呢，可以展示的细节还有很多，除了旗袍之外，我们看到您还坐花车、坐合唱等等啊。那我想您始终没有忘记在传递这份中华情，这一点是不是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您的父亲张治中将军很大的影响呢？对，那个我父亲可以算一个军事家吧，那个淞沪抗战也是政治家，也是外交家，可是他自己觉得呢，他是一个教育家，他非常关心中华的文化。
所以呢，他觉得医生做教育比较多。另外，他很关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说呢，我多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谢谢您，谢谢，再次感谢您，也希望未来在推广中华文化、展示中国风采方面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好，谢谢，谢谢，祝贺您，祝贺您。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颁发的呢是本次评选活动的最后一个奖项了，那就是集体奖。是啊，这个集体啊，他们的足迹遍布五大洲的30多个国家，可以说高山流水、洪钟大吕，让是他们的不断的努力，让中华旋律不断的响彻在世界的天宇。是，那我想还是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走进这个艺术团体吧。2016年，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民族音乐会《寻找杜甫》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由150人组成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与90人的民族合唱队，共同呈现出的大气恢宏的意境，深深吸引了4000多位观众。Es realmente bellísima esta relación entre lo tradicional y las nuevas tecnologías es muy afortunada。中央民族乐团是我们国家大型的音乐表演艺术团体，那么它也是在传播、继承、推广、创作、演出民族音乐上面是一个旗帜型的团体。是于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创建的中央民族乐团，创作演出了一批弘扬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观看乐团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50多年来，中央民族乐团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它也以中国现代文明的声音辉煌地响彻于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德国柏林爱乐大厅等世界音乐殿堂。肩负责任的中央民族乐团从来没有停止探索与创新之路，为了创作一场以中国敦煌壁画上的复原乐器为核心的大型专场音乐会，中央民族乐团经过1年的研究和创作，终于将90多件古老复原乐器成功展现在观众面前。中央民族乐团为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音乐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始终坚守一个信念，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国粹传承到永远。我相信中央民族团一定不辱使命的，在世界各地能够展示我们中华文化的艺术风采。下面我来宣读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组委会为中央民族乐团写下的颁奖词：飞扬民族旋律，奏响盛世华章，巡回5洲4海，万众聆听千年回响，三登金色大厅，丝竹摇曳魅力风华，谱写岁月流光，铸就闪亮品牌，东方缪斯乐声悠扬，中华经典播撒八方，弦歌颂风雅，天涯共此时，艺术星火，世界燃情。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有请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获奖团体中央民族乐团，有请。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崔玉英女士为中央民族乐团颁奖。好的，感谢我们的颁奖人崔玉英女士，也恭喜中央民族乐团。
祝贺中央民族乐团获奖。来，团长，这时候就该发言了，说一下获奖感受。非常感谢，把这个中华之光的团体奖颁给中央民族乐团。可以说，乐团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可以说乐团的经典，民族音乐播扬到世界各地，使中国的优秀文化在世界上产生了它应该有的这种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今天可以说我们的艺术家手里拿的这些传统乐器，可以说都是千年失传的敦煌古乐器，我们把它拿到现场来，都是宝贝啊。那我们就介绍一下哈，这个乐器是传统的笙，也就是我们的直嘴笙，这个乐器是莲花软，这是排箫，这是葫芦琴，这个是五弦琵琶。所以我们现在中央民族乐团复原了近百件，50多个品种的这个敦煌壁画失传乐器。今天看到这么多民族乐器，我们也长了知识了，是赶紧抓紧时间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都知道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的评选活动啊，到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是应该说越来越多的获奖人，越来越多的获奖集体汇聚在这束光照之下，为传播中华文化积极而上，奋斗不止。是，所以在这里呢，要对他们说一声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他们每一个人就是那一束中华之光。优秀的中国作品弹出去，文化不是排斥人家的，是保护文化的，文化是交流的。穿在唐装之后，就马上就知道你是华人。生养的故乡，你能
点亮中华之光，就是点亮我们的来路，更点亮我们的远方。点亮中华之光，就是点亮了历史的星空，点亮了文化的想象。点亮中华之光，就是点亮了血脉的传承和赤子的乡情。点亮中华之光，就是点亮了时代的蓝图，点亮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亲爱的朋友们，2016第五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光临，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